Thank you.
是中国传统书写方式之一，所以当佛教与书法艺术结合之后，佛教的传播更为普遍，书法家们受到佛教的影响，常以佛教为题材来丰富书法的内容，这使书法艺术更增意趣与内涵。万德法师以笔墨禅为离除，耕耘世人心田，传递良善和美，以善和心为宏旨，传播真善美的精神，呈现出了为善成和的正能量。贵宾介绍，欢迎今天所有莅临的贵宾。首先介绍佛光山寺住持新宝和尚。此次展览的因缘，现在让我们恭请新宝和尚及万德法师一起到台前，为大众一起说明以及分享这一次的这个因缘。我们的主持新宝和尚以及我们的万德法师一起来为我们讲说。万德法师，还有各位法师们，各位贵宾。今天呢，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万德法师。那么这一次呢，在佛馆的一个笔画的乃至笔墨的，乃至这个种种的佛教艺术品啊，在本馆有这么一个精彩的展览。那刚刚呢，前面有介绍，万德法师呢，他从小就学习书画，尤其是对佛教的艺术的弘扬，可以说不遗余力。那这个是我们要感到敬佩的地方。那我想也利用这个机会呢，我们跟万德法师有一个交流。除了等一下呢，我会跟万德法师
请问一些问题之外，那万德法师呢，他也很慈悲哈，等一下会有一些时间跟我们今天莅临来的贵宾们啊做一些啊交流啊，做一些互动。啊，万德法师你好，那首先要请问你的就是说，你从小呢啊学习书画，那不但如此呢，啊你发愿了。那么在几年内的时间呢，用啊写经的方式，抄经的方式呢，来完成好几部的《法华经》，所以在这当下呢，啊你是如何以这个写经，然后跟佛教所说的修行啊这两方面啊来做结合？首先呢，非常感恩大和尚的慈悲，也感恩这次因缘大家的光临。谈到书法跟绘画以及佛法修行，我想是书画和佛法的修持，我觉得是不二法门。因为在书写的时候，你可以静下心来，专注的每一笔每一画。这个跟佛法里修持的禅定没有二致。书法从历史上来看，已经有上千年的和佛教书写佛经，书写各类的，包括次序抄经，一直就有1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唐代的次序写的佛经。我先讲一下我为什么抄写这个《法华经》的这个缘起。在20多年前朝拜五台山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存放在五台山长征楼的清朝康熙31年书写的《华严经字塔》。当我看到这份《华严经字塔》的时候，我被这份无比虔诚的作品我感动。我震撼了我自己，所以当时我五体投地地拜下去。此时此刻我发心发愿，如果将来我学有所成，学以致用的时候，我一定要再造除华严经之外的其他的佛塔。所以这次展出呢，是法华经塔跟无量寿经塔，还有金刚经塔，本来呢还有一个楞严经塔，因为其他的原因携带的方面不太方便，所以此次展出只有3件。那么我想是抄写佛经、画佛像，都可以使我们内心能够越来越宁静，越来越能够清明。这个佛法修持的戒定慧美学里艺术里面讲的真善美，它我觉得是不二法门。所以我以书画来结合佛法的修持，这是我个人的一点体会。好，谢谢。在我们佛教里面呢，啊，对于修行啊这两个字，也可以说经常在提及哈，哦。那在尤其是在佛法的体验这一方面的，比如说像大家耳熟能详的六祖慧能大师啊，当他听到《金刚经》里面的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时候呢，他大有所悟啊，所以呢，他就要啊，为了要学习佛法，就到五祖弘忍那边去了。那么也借这个机会啊，请问万德法师，你在怎么样的一个机缘底下啊，对佛法有所体悟，乃至说你真的啊放下身心的啊投入佛门？谢谢。谈起这个学佛的因缘，最初的机缘呢是在国内啊，有一次偶然的一个机缘碰到了
晋辉老和尚，在这次相遇之下，他赠送了一些书籍，佛学的书籍。他当时送的这些佛学书籍呢，都是禅宗类的，其中有一本书呢叫《无二法门》。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一本关于介绍佛学的书，但是呢，一看这些书之后，我觉得一见如故。特别是讲到这个禅宗木牛十诵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讲完了整个十诵，讲完了以后，他有两句话来问，他说到底是人木牛还是牛木人呢？如果说是人木牛，是喧宾夺主；如果说是牛木人，又是栽赃污蔑。那到底该怎么说呢？他说本来有个答案，可惜让别人抢先说了。他后面写了两句诗：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当时我一看这两句诗之下，突然顿悟，就是有一种对自己的启发，哎，出家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时的体悟，两个黄鹂鸣翠柳，世间的这个二元对立的关系呢，相当于两只黄鹂，不论是善恶对错，这是两个黄鹂。一行白鹭的关系呢，是万法归一。我觉得我应该加入到这个行列，一行白鹭里面来上青天去。所以当时在这样的一个感悟之下，所以就发下内心里发下了一个愿，我要出家，就这么一个机缘。好，谢谢那个万德法师，他讲到我们内心的世界。一般在世间呢，所谓二元啊，所谓对立啊，那么大师呢，也对于这个对立呢，所以要把它从我们心中啊，把它排除掉。如果心中没有对立，就没有人我是非啊，啊，就没有生死往来。其实这个都是在告诉我们一些解脱的消息，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体验啊是非常殊胜，也可以说非常特别的一点啊。那么接下来还要请问万德法师，就是您对于艺术这一方面跟佛法这一方面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吗？我感觉艺术是用艺术的语言来传递的真善美，佛法是用佛法的语言来传递着佛法的觉正境，这两种是异曲同工，无二法门的意思。好，谢谢。那么在大师的一个理念里面呢，所谓以文化要来弘扬佛法，所以文化里面呢，当然包括所谓的艺术，艺术底下的层面可以说太广太广，我们一般讲八大艺术，所以不管是书法，不管是书画，乃至雕塑啦，甚至建筑，这些呢都跟艺术有关系的。那艺术呢，当然离不开所谓真善美，所以透过所谓的真理，所谓的世间善美，我想不但可以让我们对艺术呢会有更深的体验呢，而且透过这么潜移默化当中呢，我们可以默默的潜移默化的耳濡目染当中呢去了解到佛法，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方便善巧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请教万德法师的，就是以你目前来讲呢，不管是书写抄经乃至绘画笔墨，那么在你耳后的这个岁月当中呢，你有没有
不一样的一个计划呢？从目前来看，我还是在想继续以艺术笔墨的方式，笔墨的语言来弘法利生。我下一步呢，计划写这个华严经字塔，就是先把这些我一些近年来的一些心愿先满了这个心愿，以后呢再看机缘，再以其他的方式也好，其他的机缘弘法，那将来再看机缘。好，谢谢你，可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愿力，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华严经啊，在整部藏经当中呢，它是一部很大很大的一个经典。那万德法师呢，在书写经文当中呢，也不像一般人所谓的直行的一直这样抄下去，他把这些经文呢排列成经塔，我觉得这个更是困难的地方，也可以说看出万德法师的一份用心，所以这个是相当相当不容易的。那我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是不是请万德法师呢跟今天来的这么多的贵宾当中啊，跟大家有一些互动，所以我想各位贵宾呢，不要客气，就说你若想从万德法师这边呢了解到更多的话呢，现在呢也请可以提出你的问题跟看法，谢谢。有没有？现场如果与会的贵宾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把握此次的因缘。问题，我想书写佛经啊，从古至今呢，像万德法师一样用赤血写经的，非常有名的就是现代的弘一大师。那弘一大师呢，曾经出了家。诗书情画乃至艺呢，他没有放掉书法，但是他在赤血写佛经的时候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出家众呢赤了自己母亲的血写佛经，到底是孝还是不孝，以及呢出家众能不能自己抽自己的血写佛经，他那时候有很大的困惑，所以他就写了一封信请问印光大师。那印光大师呢并没有很赞成弘一大师呢赤血写经，那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请教万德法师呢，对于印光大师论述一个修行人的修行方式是不是应该要赤血写经的这个部分的一个看法。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法华经或者是万德法师呢写的所有的楞严经，你写了这么多，我很仔细的看所有你写的书写的作品都没有一个错字，而且从头到尾的笔画横竖撇捺完全呢都是一样的，所以想要了解万德法师在书写的心经里面啊，怎么样让自己呢达到几万个字都没有错字漏字、掉字、多字，这是我第二个问题，请教万德法师。谢谢。刚才日昌法师提到这个，弘一法师写信请教印光大师，能不能赤血写经？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从传统儒家思想上讲，赤血就好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是儒家之孝。可是呢，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他佛家的大孝，佛法里面讲的大孝，其实要孝顺你的七世父母，乃至前世的无量世的父母。也就是说，这样推而广之，这样就是所有天下的众生。只要我们能够以虔诚的心，
无比恭敬的心来书写佛经，把以此功德回向给天下的一切众生，也等于报大恩。我想是应该从这方面来体会，我自己是这样想的。第二个问题是说，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写几万字都不错？这个我想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虔诚与恭敬，就是以无比至诚恳切的心去接受佛法，去信，去无比恭敬的去受持。你内心里有一种无比虔诚的心的时候，这个自然有龙天的护佑，有佛祖的加持。所以你写一笔一画一个字，你心中都是清净无染。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点写经的一点体会。为什么说是抄经？当你写到一定境界的时候，它就是界定会同时在修。比方说写经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次我上午八点钟洗漱毕，然后进去写经，从进去写到11点多出来，我只觉得只有5分钟10分钟的时间。哎，一上午怎么突然就过去了，非常快。就是当你的心达到你的手笔心无比专注的时候，这个时空是凝固的，是宁静，因为我们内心是宁静的。所以我想说的就是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虔诚和恭敬。谢谢。请问你会不会鼓励你的读众或者是我们的信徒用这种方式来修行？谢谢。我想我虽然是以笔墨，是以书画可以说是有这么一点小特长，但是我并不是鼓励所有的人，或者是强迫所有的徒众都来以同样的方式必须抄经，必须画佛像。只是说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多了解，多来体验体会它，可以每个人视乎每个人的特征特长爱好来决定自己用哪个方式更适合自己，因人而异。有一个问题请教万德法师，因为这个上个月有这个因缘能够到山西大同去，那也到慧宝刹去学习。那时候慧远法师介绍万德法师您的这相关，不管是墨宝或是金塔的时候，我们对于那个金刚经的那个金塔非常的感到，就我个人非常震撼，因为他的创作就是这个金刚经里面，他只要有佛这个字，比如如是我闻亦是佛。他把经文里面所有的佛都在同一个，应该是屋檐都同出现在同一排，这样排序非常彻底哦。那就是再来，就刚才您有提到说，你下一个心愿是想完成把《华严经》，那不知道在《华严经》的部分，万德法师你是否有另外对于这个经塔的会有这样类像《金刚经》这样特别的方式呈现，或者乃至说您的这个灵感是怎么样产生在这个抄经的经塔上面？谢谢。所有的这个佛经的创作，它都是要有不惧匠心的一种心思花在里面。每一部佛经都有它的特别之处，包括每一个经的塔的选择，它的设计里面都是要让它有所区分。它每一个塔有一个塔的特征，每一个塔有每一个塔的款式不同。这就是我是想用不同的塔来表现不同的佛经。
因为我想佛法佛经呢是我们法身舍利，佛法讲的法身舍利，而用它来表现佛法，它是最贴切最恭敬。因为阿育王当年起八万四千塔，供养八万四千舍利，而我们的佛经也是浩如烟海。那么但我不可能把每部佛经都写出来，但是呢我想只是用我的有限的一点能力，能够有时间有精力的话，就是多创作一些精彩纷呈的一些作品，呈现给大众，广大的有缘的人来结更多的缘。谢谢。不知道我们现场与会的贵宾还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趁着这个难得的因缘呢，可以一起来提问的。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新宝和尚及万德法师，透过今日的座谈，山开山中长星云大师特别准备了一笔字要送给我们的万德法师。今日我们也礼请新宝和尚为我们送这个一笔字给我们的万德法师。那我们现场看到的是大师所亲自所写的一笔字，特别要交代给我们的万德法师。现在礼请我们新宝和尚代替星云大师一同送给我们的万德法师。师此次的展览能够顺利圆满，也感谢新宝和尚。那么今天呢，我们万德法师受理这个整个的作品。好，非常谢谢我们的宝和尚。那么我们现在也礼请我们的新宝和尚及我们的万德法师一同回到我们的座位。那么我们大家
这个是这一次的画展的作品集啊，全在这个里面。谢谢。这个是师傅的一个近年比较全的一个画册。谢谢，不好意思。这个我们想给每一个小生，这个是今年供养大师的那个金刚经，就是寿诞的那个塔的一个复制，还有一个就是无量寿是去年的一个复制，两个展品都在里面。我们待会去参观，我们待会去参观去。我想问一下，好，来，刚刚那个展览的师傅有没有？